车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花仔。我拿了一杯可乐，然后就是今天嘛，我们是打算去看桃花的。桃花季节开了嘛，就是有一部分桃花开了，然后还有梨花也开了。但是我们来了这边专门的这个桃花基地，这边的桃花没有开。野餐。好惨，还了个几万块钱的钱。现在我咋？这边是哪里？天阳这边的一个乡村的甜品店，肯德基的可乐，二两的鸡腿堡，80.8。还有啥子？不，还有大鸡腿，都吃完了。哇，大通感觉没多少鸡腿了，哥。有吃了很多了，我们再介绍，好吧？大过年的，我们太惨了。感觉就像在野炊那种感觉。吃多了，这里还有肉。这肉怎么这么大？好大啊！好，够了。又上车走了。哇，今天这个太阳太大了，太大了。我们先不是去了简阳那边嘛，就是为了看这个桃花。结果走到那边的时候，他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开门嘛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在那儿路过的时候，看到里面那些桃花也没有开，只开了一些梨花。然后我们饭都没有吃，就在那边吃了，就是他们打包的那个肯德基那些。然后回来路上就是路过这个严家坝，结果这边的桃花还开了，开得好旺盛。这边就是花的味道也是比较大的，很香很香，还有那种蜂蜜味，蜂蜜味。然后刺猬它就还有个柱头，就是拿来传粉的。然后它就到时候花谢了，它那个茎子它就会在里头孕育成果。哦，这样子的说，真说得好。桃花朵朵开，让我想起了一部电视剧，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，三生三世那个什么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词了。现在呢就太阳很大，而且呢我还约了我朋友要回去，就是什么来，要去眉山那边耍一趟。